吃晚餐了吗？我还没吃。月人晚安。哦，桃花哥晚安，晚上好。一个人玉安晚上好。怀怀晚上好。礼拜五固定不能哦，真的哦。快点吃，对，所以我这边我今天要吃咖喱饭。一边吃一边跟你们聊天。陈家是晚上好。啊，吃播。でもね、難しいよね。一边吃一边讲的话好难哦。很喜欢吃咖喱饭的，对啊。我超喜欢。青苹果晚上好，咖喱饭对。如果喜欢什么口味的甜甜圈？呢，砂糖的，那个叫什么？通天令，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圈圈，然后很多圈圈。然后原味的我最喜欢。德全晚上好。宫田家特制咖喱会放什么料？其实不是我妈做的，外面买的啦。艾斯晚安，吴英和晚安，伟如晚上好。好，谢谢。我每次都常常会念错你的名字，对不起。念怀怀对不对？如果我第一次来看台，真的，你晚安。今天来被露卡治疗的，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本丸美子，嗨。落日一笑晚安哦，甲骨文晚上好，廖志成晚上好，耶，你来了，我继续吃。谢谢甲骨文送我小公主，宏伟晚上好。日本人是不是都喜欢吃放一个晚上的咖喱？哦，对对对对，咖喱饭隔天最好吃。こんばんは。我是佩森山。ちょっと本当に心情不好。あ、真的哦。僕もさっきカレー食べたわ。あ、本当？やった、一緒。食べながら難しいね。ちょっと悔しい。なんで？なんでやん。レトルトだけど。あ、ほんと？私、外で買ったやつ。谢谢送我看奶昔付维。手机坏掉、我用我朋友留言的。哦，原来。所以你不是廖志成是吗？谢谢送我撒野猫咪。哦、Happy Love 晚上好。我要继续吃。待って。我月底比较没有礼物开始，没关系，你又来看我就很开心。傅维晚安，长濑生叔叔晚安，高恵我的谁？今日雪降ってたよ。あ、日本寒かったみたいね。听说今天日本很冷。あれ晩ご飯？そうなの。今天我们家有事。
没时间吃晚餐，所以我现在才吃。杨雄晚上好，你在吃什么呢？我在吃咖喱饭，加鸡排。東京でもめちゃくちゃ積もってる。マジか。台湾は台湾今天也蛮凉快的，应该是下雨的关系。我蛮喜欢今天的那个气温。鸡排咖喱，カレーライス嫌いな人いない。大好き。大家都喜欢。啊，凤仪さん晚上好。涼しい通り越してもはや寒い。日本はそうだろうね。日本应该很冷。刘佳，你看过台湾的偶像剧吗？很少看呢，我忘记我以前都看什么。卢卡晚上好，峰峰晚上好。4度しかない。啊，4度やばい。谢谢送我口罩，谢谢 Happy Love。奥米欧，晚上好。这几天比较冷。平常都很热，对呀、啊。谢谢送我看点心。今天的东京是真的迎春雪啊，啥？那个叫雪桜っていうんだっけ？塞巴斯丁，晚上好。我第好像第一次看到你。你有吃过台湾的三宝饭吗？什么是三宝饭？还好我后辈子还没收起来。谢谢道明送我幸运草，ありがとう。ワンちゃんいないからすごい静かに。哦，对，今天我妈跟我妹都在，所以她有人会照顾她。外出自粛だから雪桜見に行け。あらら、そうで、なんか歩くのもダメなんだよね、確か。何もいらない全部断捨離。哦，どれ？哦，どれ？我是台湾的螃蟹。台湾的カニさん。浩一晚上好。欸，他叫了。今天ポンスケ不出场，可是他在外面叫，说不定等一下会进场。进场。ルカちゃん水道よ、ありがとう。这首很嗨，对啊，叫嗨天使。ポンちゃん，对，ポンちゃん。也很想出演，有叉烧、烤鸭、油鸡三种主菜的便当，看起来很好吃耶。我蛮喜欢烤鸭，油鸡也很好吃。哦，刘校早安，猫主播在打招呼了吗？对呀，凤姐，妈妈想你，饿了垃圾。今日の服装めちゃめちゃ秋っぽいね。確かに。いや最初赤いの着たんだけど、妹がそれ前にも着てたやつじゃん、やめといた方がいいよって言ってこれ貸してくれたの。谢谢红威送我新次光，ありがとう。丹西邦晚上好。谢谢上游幸运草。卢卡现在才吃，对呀、啊，我现在才有时间。今天どんだけ妹に服もらってんの？貸してもらってるだけ。私夏服ばっかだからね。ルカ现在在吃，对，我刚刚叫了。喜欢吃北京烤鸭，很好吃。ルカちゃん棒，好。谢谢送我薰衣草，炸虾晚安。你的猫在客厅跟我妹妹，应该是我跟我妹玩。下次你可以去吃吃过。好，是三宝饭吗？好，谢谢送我饼干，谢谢送我甜甜圈。今天开到9:30，一个半小时。炸虾就是刚刚那个讨厌的螃蟹，嗯？谢谢送我薰衣草，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撒野猫咪，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蜡烛，
哎，草莓酱送我好多，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茶烟碰奖，对，尴尬的猫咪有点像碰奖。如果有看过小美人鱼吗？是哪个美人？小美人鱼？迪士尼的吗？谢谢傅维送我礼物，ありがとう。比星星可爱，嘿。谢谢秀一送我饼干。卡丘有啊。なんだっけ。カレー食べ終わったの？食べ終わってない。もう冷めちゃう。还有黑糖蒸奶也好吃啊，我也觉得很好喝。我只看过小美人鱼卡而已。今天有天使鱼卡吗？好啊，我当天使。对不起，卢卡さん，那个要念。哎，班吗？班尾是吗？我是不是一直念宏伟？今天都很热闹的歌，对，刚好出现的歌都很热闹。卢卡ちゃん、カレーのトッピング何が好き？ハンバーグ。リトルマーメイド。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看过。午安，晚上好。下礼拜会寄卢卡的生日礼物你，你喜欢的东西，真的吗？谢谢你。我晚餐炒饭也吃完了，再吃完冰淇淋就可以专心看你。好好，我也喜欢吃冰淇淋。是的，没关系。等一下哦，班尾吗？班尾，好，记住了，对不起。宋晚上好。それただハンバーグが好きなだけでは、でもココイチのハンバーグのカレーは結構好き。这首好像 Team Sakura 有表演，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才知道这首歌超好听的，可是听说很难。谢谢，邦维卡呢？邦维送我乐。刘佳看过《幸福选择题》吗？没看过哎。刘凯天生就是天使，谢谢你，昨天才把卡片写好了，是送我的吗？期待期待，カレー食べよう。当然，ありがとう。咖喱什么都不加比较好，真的吗？我比较喜欢有加的。收到冰淇淋，今天下午才去吃两球冰淇淋，甜的这么好，羡慕。咸阳かな，晚上好。寄公司卢卡就能收到吗？嗯，基本上可以收到，就是不要写太奇怪的事情，基本上我们都会收到。嗯，玩心灵哥，他这个怎么念？会打かな。默默晚上好，僕はトッピング福神漬け，啊，福神漬けも美味しい。日本的。先吃一次吧，凉掉都不好吃，真的。人病蛇病都吃不了了。上次说的压力完全，哦，太棒了。北海道牛奶跟荔枝，哇。啊，昆达，好。谢谢教我，谢谢告诉我。啊。好丢脸哦，好大一口，对，先休息了个觉啊。好，爱子辛苦你了。压力玩具应该可以，嗯，只要不会太贵的东西的话，应该公司会收。可是我们规定，やるその吃法。好了，我等一下会吃小口一。美玲最近听应该很累，有可能呢。卢卡这么大一口，应该可以挑战试牙齿。我上次有做做看，可是没办法，吃东西很大口很爽，对。可是我要直播，所以小口一点。
已经冷掉了耶。有电子的化妆品超过3000不能送。原来，谢谢。Only Alpha 晚安。很优雅的吃法，对，ありがとう。吃的也不能送。チキンカレーなのかな？そう、チキンカツが乗ってるのカレーの上に。金牛座应该都很大口的。这是台式咖喱吗？还是日式的？日式的，日式的。台式咖喱是比较缓缓的，对不对？阿如晚上好，阿如。冷めてきた。比较缓缓，对对，还有缓缓水水的。把栗子前辈压力玩具给你可以捏，好，我可以叫他捏捏看。我也在吃晚餐哦，真的吗？那就一起吃。这个怎么念呢？小鼻梦无限可能。卢卡晚安晚安，台式的就自助餐的那种吧，我大概知道。比较细的。印度的咖喱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か？印度的咖喱我没，好像没。应该有吃过，可是没印象，可能是小时候吃的。冷めたらレンジでチンすればいい。じゃあ妹にお願いしよう、後で。ルカ、下礼拜、礼拜一也有开吗？下礼拜一有？好像没有，欸？明天吗？明天应该没有。旅馆晚安，旅馆か。谢谢送我小公主，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超多玫瑰，ジョンカニさん，ありがとう。谢谢大米送我 kiss 啾啾。印度的咖喱就是辣辣的，东南亚的有那个椰奶，甜甜的。原来印度的咖喱，我想吃吃看呢。刘家咖喱喜欢甜的还是辣的？我喜欢辣的。如果可以叫我阿兰，好，阿兰。谢谢送我小公举甲骨文，想说之前都1.5，对，1.5小时。印度的咖喱有蛮多种的，对，好像只要是有用咖喱粉的，他们的都叫咖喱的样子。刘家就是小公举，谢谢大明，阿尼阿豆，我喜欢甜的咖喱哦，真的吗？其实甜的也不错啦。何食べるときに。ナン食べるときに食べるでしょ、インドカレー。ナンは多分食べたことないんだよね。还有红咖喱、绿咖喱、其他的种类。哦，原来。可是日本的咖喱好像都偏甜。下一拜宫田妹休假的话，你们家可以出去玩了。可是现在疫情有点严重，我蛮担心。想说你之前都开1跟5。啊，对对的，哦，我懂，我懂，我懂。原本可能有，可能是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开播。なんだとナンを食べたことなんだ。ダジャレ。钢铁韩粉かな？晚上好。日本的咖喱就是要加欧姆蛋哦，欧姆咖喱也美味しい。欧姆蛋的咖喱很好吃。連続2日配信は疲れすぎ。だから多分やんないと思う。应该我很少会连续开直播。日本的咖喱还是只吃甜的，真的吗？啊，甲骨文说咖喱应该有加奶油，奶油咖喱也很好吃。啊，ポンちゃんが泣いてるぞ。我喜欢甜的ルカ，谢谢肉肉一笑。こっちも好かれる。谢谢陈宇送我看奶昔。许下心愿，用我之前要美好一夜。谢谢邦维送我看奶昔，想看碰奖，真的吗？
新しいキンカレー食べたことないのは人生99、え100分の99損してる。え、だから食べたいんだけど、どこに売ってるのかしら。台湾、台湾那有咖喱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印度的不是是ダジャレ对对对ダジャレ的中文我不知道怎么念。日本母亲节也会送康乃馨吗？会啊会啊，可是我不会送真的康乃馨，就是可能用纸的做纸做的。北原さん推 M3 晚上好。インド料理屋行けばあるやろ。え、でも台湾のインド料理屋行くのちょっと怖いんだよね。ダーミンシジソンを見るか。続きたるよ。えいじょ。ルカファイツーツーラー。是会就是不要一边聊天一边做的话应该会双关语哦应该是哦どこが怖い聞きたいけどお父さんかどっかの男と一緒に行けばいいやんうちお父さんいないんだよ之前在日本学校，なんだ？学堂有一个お母さんの会，结果里面都是蔬菜。ルカの侄子里面有康乃馨折返吗？没有，所以我都用 Google 查。加印度尼哥，耶！大家一起去印度。台湾小学也是折纸康乃馨，哦，对对对对对，好像会。上次折纸。只会折了一个小时，对呀、啊，所以我不敢说我很会折。日本人好像普遍都很会折纸，我是还好啦。又看会折哪些？就是一边看那个纸，哎、欸，那个说明，然后一边纸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做。只会折纸飞机，我上次连纸飞机都没办法折，所以。看 Google 然后一起走哇哇哇哇哇嘿哇如果会折龙头吗什么是龙头我可能不会折嘿哇哇哇哇最简单的纸飞机加一龙的头部哦，那应该不会。纸坏纸飞机加一，厉害！嘿，哇哇哇哇，哇哇哇哇！ルカちゃんダジャレのお手本よろしく。ダジャレ？布団が吹っ飛んだ的な？他にもうちょっとあったよね。何があるかしら。そんなバナナはダジャレかし、ダジャレだっけ？ルカ、你的手底还有练吗？没有，我好久没有练了。あ、北海道は北海道。好像妈妈们都会折一个。可以装垃圾的容器，我也不会。垃圾袋吗？上次好像，粉丝们都说很会折垃圾袋，可是我也不会。超哥晚上好，谢谢脚步人送我小公举。啊，对，纸盒。就是北海道，然后デカイド。イルカはどこにいるか。翻箱盒子那种，对对，不一定有意思。原来卢卡有练过竖笛，我小时候也学过。哦，真的吗？我很喜欢竖笛的声音，只是我比较喜欢听别人吹的。イルカはどこにいるか？卢卡会折。郁金香吗？可能不会，要看说明。上次你不是折纸鹤，
做成垃圾袋吗？对呀、啊，我一直都讲错，就是我把纸鹤念成纸鹤，但是忘光光了，我也其实已经没有那个感觉。ダジャレ紙飛行機また折れるか気になるよね。じゃあ後で折ってみる。覚えてるかどうか。ダジャレはね、ピカチョウピカチョウピンハンチョウみたいな感じ言葉遊びみたいな、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ね。我们学校之前有折纸飞机竞赛。哦，真的吗？是可以飞，飞得越远越好，是不是？ポンちゃん泣いてる。食べ終わってからじゃあポンちゃん入れるね。はい、我的甜甜圈在哪里？我的小字在哪里？365的纸飞机。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折纸飞机。结果值得好像搞了半个小时，对不对？然后我应该最后还会折一次，然后看看我有没有记得。配信できないのかな？寂しいだけだと思う。有比飞远的跟谁比较久的无落地哦，原来感觉很好玩呢。卢卡在家里跟妹妹是说日语吗？对呀、啊。至少还是可以飞。啊，金米晚安 ，Hello。谢谢陈宇送我 kiss 啾啾，ありがとう。谢谢嘉国文送我小公举。谢谢送我水果。这首企鹅的衣服很可爱，哎，真的很可爱。这首上次是好像是吉井告诉我的，很好听耶。这首衣服也很可爱。おいしそう，本当？吃播有点疗愈啊，本当？真的吗？其实我的那个颞牙关节现在有点怪怪的，就是打开嘴巴会听到咔咔咔的声音。阿布伞是很高的企鹅，哎，真的吗？阿布伞是不是在里面？我看一下哦。以前的 Team Four， Team， 哎，真的耶，阿布伞在里面。私だけ、私だけカニさん，哎，我记得是吉井告诉我的。もう食べ終わってお腹いっぱいだから食べてるの見るとちょっとムカつく。なんで？え、お腹空いてる時に人が食べてるの見た方がムカつかない？哦，你们喜欢看吃播啊？看我一晚上哈。哦，原来ペンギンいい曲だよね、アタフさん。いつまで食べてんねんと思う。だって話しながら、普段は本当に私、我的个性比较急，所以我吃饭超多，通常不会超过20分钟。咖喱饭的话，我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吃完。可是今天跟你们聊天，然后一边吃一边聊，所以呢比较久一点。始まる前に食べ終わる。だから時間なかったの今日。もう本当にやばいことがあったの。言わないけど。二十分钟算吃蛮久吧，就是要看吃什么。像什么火锅的话，通常不可能吃很快呀。现在的吃播也不少，真的吗？好像有人好像规定，直播的时候一定会吃什么。还没想到，晚上好。谢谢送我玫瑰，慢慢吃没关系。谢谢你 ，Lingo， 你最贴心了。
二十分钟，嗯，等，队长，这样好像对身体比较好。不过我也是可以十分钟内吃完。宮武戦争。まあ戦戦喧嘩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ちょっとね、いろいろあったの。ルカ会自己做咖喱吗？会，可是妈妈做的比较好吃。吃饭的人好像比较不容易胖。嗯，对，就是吃快的其实很容易变胖，这是真的。难道是妈妈做的太好吃，要跟妹妹抢？没有啦，没有。阿米晚上好。ポンちゃんが泣いてる。妈妈擅长的料理有哪些？她什么都会做欸。她唯一不太会做的是台湾料理。卡丘吃的也很慢吗？ポンちゃん要来直播了。ポンちゃん一般吃什么？ポンちゃん的话吃那个罐头跟还有チュール。你们知道チュール是什么吗？猫咪是不是没吃饭？有啦，它只是很想玩而已。蹦奖，你们不知道去了吗？那叫什么？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肉泥，对对对，肉泥肉泥，好像形容用吞的，体型是胖胖的比较多。自己投げてあげ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ジジ今どう？ジジうるさいんだよ、あげたら。この前見たでしょ、みんな。ゲジジ、他会很吵。你们都知道吧。今日のカレーの具材なんですか？ね、チキンカツってわかる？チーパイ。いや、ルカちゃんが触ろうとしたからやん。違う違う。触らなくてもずっと泣いてんの、あの子。ちょっと終わっちゃった。唐揚げ食べたいな。唐揚げ美味しいよね。宮崎しつけ悪いね。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好久没吃ココの鸡排咖喱饭、好想吃。ココ的咖喱饭我也喜欢。私も食べたい、一口ちょうだい。あげたいけどね、カレーは見栄えが悪いんだよね。ガーリー感じる。どうぞ。通常咬的次数多的满足感比较高，所以慢的人通常不会胖。嗯，其实对啊，很快吃完，对身体其实真的不太好。台湾の食材でも本物の日本料理ができる？できるよ、できる。はい、可是。有些食材可能就比较没有，哎，该怎么讲？是可以做，可是，有些料理没办法做，像台湾的生蛋，我不敢吃，不是不敢吃，吃的比较危险，所以，那个，ねえ、もうやだ、言わない。カレー食べてるのに言わないでそういうこと。了解 OK。ポンちゃん吃过猫薄荷吗？没有。え、猫薄荷？应该有，有有有有有。他会发疯。今天有提早吃好玩，吃好饭就可以慢慢看直播了，太棒了。アタフさん美味しい。ありがとう。そもそも日本の調味料とか買えるでしょ？買えるけど高いし、あとね、なんだろう。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野菜が味が違うの全然。生誕拌飯我不敢吃。对，我在台湾我也不敢吃。食べてるから今まで言わなかっただけで最初から思って。ねえ、もうやだ、ほんとやだ。我在吃咖喱饭ね。野菜の味なんて分からん。え、だいぶ違うよ。フルーツも違うし。まあ、台湾の方が美味しい野菜は多分ピーマンかな。台湾的青椒比较好吃。日本好像比较流行吃半熟。对呀、啊。猫薄荷有用完的就可以。对对。
上次买那个猫咪的指甲，那个那点的爪研ぎ，就是猫咪可以就是啊，我不知道哎，就是指甲可以不用那么，好了，不要讲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小新才不喜欢吃青椒吗？日本的青椒比较苦，台湾的青椒我觉得不苦哎，所以我觉得很好吃。虽然我日本的青椒我也很喜欢。猫抓板，对对对对对，我在外面买猫抓板的时候有附猫薄荷。啊、台湾有生吃级别的蛋吧，我没看过哎。卢卡记得一边吃，不然真的凉掉了。其实已经凉掉了。青椒肉丝的微信有卡，微信有。不过还是要剪，嗯，我知道。凤姐的指甲很快就变长了。马自亚比较划算，冻饭油附味噌汤，马自亚我也很喜欢。可以剪啊，わかった。还真的没吃过日本的青椒。チーラ晚上好。これ上に自信ない。ね、アカリンとケイチ。あ、アカリン先輩とケイチ先輩。コスコ的好像有卖可以生吃的。哦，真的吗？可是我没有会员呢。无限青椒饭超好吃，青椒饭，这是什么？我好像没吃过。ハートの独占権。Heart 的独占权，确实是阿卡林的声音。对对对，他在讲话。蜜，谢谢送我玫瑰，晚上好。啊，ボンちゃんが泣いてます。あ、狼とプライド。歌いたい。ポンちゃん想吃咖喱？不会啦。今天皮肤过敏好些了吗？嗯，因为今天没有流汗。嗯。でもルカちゃんもその衣装きつくないか、え、どういうこと？あ、ハート、あの狼とプライドの衣装のこと？確かにこれはちょっと違うな。若い子の着る衣装。有一家吃的感觉很好吃，真的蛮好吃的。有什么东西人能吃，猫不能吃？洋葱、巧克力、鱿鱼也不能吃。狼の衣装やばいでしょ、確かに。ピチピチになるぞ。でも私意外と細いよ。でも、あ、竹の問題か。ガリエボなんですよ。これはリンリンとアンアンにやらせたい。まあ確かに似合いそうだね。40分過ぎるけどまだ食べ終わらなかった。そう、量が意外と多いの。ウシェンピーマン、好像是日本料理。是吗？ブロッコリー。这个中文叫什么？花叶菜吗？谢谢家族文送的小公举。
白色的叫什么？也叫花叶菜吗？还是叫白花叶菜？谢谢送我的傻眼猫咪。我们叫西，哎，这个字我不会念呢。这个我绝对不吃哦，你不喜欢吃吗？这个念怎么念呢？花叶菜，花叶菜又叫西兰花哦，兰哦，哦，西兰花，原来。这 Daisy 的话，彩杰跟妮妮跳这首感觉不错，妮妮也蛮适合。彩杰前辈，哦，彩杰前辈超适合的。这种是不是都是年纪比较小的人要唱的？我其实蛮想唱的哎，热带跳也想看啊，真的吗？希望有机会。热带有挑食吗？讨厌吃什么？我讨厌吃豆干。还有 Hishiki 知道吗？Hishiki 黑色的豆芽菜吗？啊，比如没有 Hishiki。年纪比较小，那不就是 Luca？ 甲骨文好贴心。ジョンカニさんはやったらネタになるって言ってる。ひどい。想看彩杰前辈跳，我也想看的。其实，不是豆腐吗？豆腐也不喜欢，可是最近有些豆腐我其实可以吃。如果外表完全可以啊，谢谢玉人，开心。哦，林果也想看吗 ？Thank you。啊，林果是想看彩杰前辈是不是？不如你跟思雅前辈的单单好了，你们都是同年啊，好像不错哎。我们身高也没有很高。综合喵喵想看。Fake news に立ち向かい続ける。何 fake news って？都想看啊，哦，都想看，太棒了，太棒了。Luca看起来跟高中生差不多。哦，大家都好贴心哦，除了 John Candy 桑。阿达夫桑，超可爱，ありがとう。阿达夫桑也很可爱。有豆豆不行吗？纳豆一定也不行。纳豆很喜欢。John Candy 桑送我翻白眼，谢谢你。两关晚上好。豆浆我很喜欢。大家都很诚实，好开心哦！谢谢 Lingo， 阿里嘎多。为了到说好的远方，现在不能。我快吃完了。啊！咸豆浆完全不行哦，真的吗？咸的豆浆我好像没喝过，我喝的都是无糖或比较甜的。豆皮呢？豆皮哦，豆皮寿司我喜欢。普通的豆皮的话，要看用什么调味的。吃播好可爱，真的吗？ありがとう。Thank you。想听 Luca 唱樱花瓣？好啊。妹は自分の部屋がカリスオタク、オタビアと化してることについて何か言った？あ、それに関しては何も言ってないけど、ズボン小さい、占る比较大、所以それに関してはちょっと文句を言われた。喜欢纳豆跟不喜欢纳豆都有一半左右。嗯，日本人有些人也不喜欢吃纳豆，但我很喜欢纳豆。机に置いてるから、そうそうそう、結構ねスペース使っちゃうのよ。我喜欢吃豆皮寿司，真的吗？我也很喜欢。恥ずかしい、本当？恥ずかしがらなくていいよ、不用害羞。彼此の手、愛情交換票、祝福一般参加だけど、さすがに片付け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でもね、位置があるんだよね。因为我现在有规定的位置，如果把它
换回来的话，之后开播的时候比较麻烦。茨城県出身的也不见得全部喜欢纳豆。嗯，吉风亮晚安，坤坤晚安。臭豆腐好吃吗？炸的臭豆腐好吃，欸，也没有到好吃，就是我可以吃，只是不会主动吃。是不是还有分喜欢吃大颗的，大粒的还有小粒？我喜欢小粒的。都看讲空吧哦，天上多利王晚安，谢谢季风要送我选票，谢谢美子送我人哎那饼干吧。こうやって自分の便利を優先して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る最近の若者。ジョーカリさん若くないんですか？你不年轻吗？胖的不行吗？你说听说很臭。才去吃臭豆腐哦，真的吗？何歳だと思う？何歳だろうね。あ、でも私のイメージだと、私が3歳ぐらい上なのかな。そんな感じ。信州味噌好吃吗？信州味噌、我好像没吃过哎，但应该很好吃。味噌我有些。おお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でも教えてくれないんでしょ。おおどうしコロナじゃない。应该是过敏。吃纳豆一开始要把黏黏的那个处理好，感觉需要技巧。くしゃみ。待ってもう一回しそう。正解は次の握手会で。あ本当？だいぶ後じゃんそれ。だって6月来れないんでしょ。アレルギー、对对对、过敏。いやだけ隔離確定、やだね。あーやだ。我很容易过敏ね。咳嗽要隔離。喷嚏应该还好吧。あーまだ食べ終わってない。もう冷めちゃったよ。冷たい。冷咖喱。这是 cheese。配信終わっても食べ終わらなさそう。食べさすがに食べ終わるでしょ。还是有人想入卡才打喷嚏。有人可能说我的坏话。我一直打喷嚏应该是对入卡可爱过敏。哦哟，谢谢加固文。って思うじゃん。いや、食べ終わる食べ終わる、大丈夫。あ、聞いたよ、スイヤ前輩の声音。でも前几天有看、有去看スイヤ前輩的那个直播、他有唱这首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你叫相遇对不对？我知道。オリジナル系の草原の景色、あ、奇跡聞かないな。それね、なんかね、中国語の歌詞を覚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きは、日本語の歌詞聞けないの。只要是流鼻涕、没有发烧、就不太可能是コロナ。うん、わかんない。これコロナ？听说有很多症状、所以也不能确定说。来。哪天有在思雅才有看到路那天啊，有吗有吗？然后思雅前面说：“刘佳，你为什么还没睡觉？”可是我想说，思雅前面为什么这时间还在直播？好像凌晨12点多了吧？月卡会唱这首歌吗？会会会，可能是去阿潘台，所以你有听过。嗯，阿潘前辈的台。二倍速で聞けば歌詞入ってこないね。え、それだったら聞く意味なくない？欢迎晚上好。不让我相信，虽然前面开到快12点20，对呀，很厉害耶。虽然前面超过12点都很正常。哇，
是十点开到十二点二十分吗？那就还蛮厉害的哦。哥哥都很晚睡，我只在默默台见过卢卡。哦，对，我上次好像有去看默默前辈的台。诶，好像我去小迪前辈的台有看到甲骨文诶。日本新メンバーみんな開始遅いのに終わる時間だけきっちり守る。え、でも私もね、10分ぐらいいつも気づいたらのおお伸びてる。我比较常在翻台看你。对，好像是耶。ルカ有看是雅的我是哥哥吗？啊，我还没看呢。这几天我比较没有事情，所以一定会看。好像有做什么巧克力炒饭，对不对？也可以选一个，一的小饼子面。那是应该我也在吧？嗯。那潘都会 Q 我啊，这。欸，上次阿潘前辈好像也是超过十二点的样子。哥哥因为要处理国事才习惯晚睡哦，原来。冷めたカレーはあん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ムカちゃん家にホワイトボードないの？あ、そう、ないんだよね。今度買おうかな。お絵かきしたい。第二集很好笑，有小弟前辈跟Mina前辈那集。你是在那个苦心牧场？苦心牧场吗？我好想看。现在前辈基本上都十二点左右睡。啊，真的吗？我平常都是一两点睡，超过十二点是成年人独占的深夜台。なるほどね。你们也是吗？仲間。喂羊驼蛮有趣的，真的吗？啊，突然期待，很想看。如果会熬夜吗？会啊，就是有一天晚睡的话，隔天没办法。早点睡。如果这个直播时间应该叫黄金时段，嗯，九点到十一点的样子，黄金时段。小学生一两点才睡，这样不行吗？我不是小学生。苦しいでっかいを食べるアイドルのライブ配信。何が苦しいんだ？是什么很痛苦？走啊，晚点睡就晚点起床。瑞卡的直播换算成日本时间，就是日久月久。哦，谢谢送我水果。我平常都是八点开直播，八点到十点。然后日本时间的话，九点到十一点。嗯。对，我有在考虑日本的粉丝，好像九点到十一点看比较，方便吧。反问信息送我薰衣草，那你讲的这些干净的，我那这些干净的，啊，すごい。時計い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そしたら。期待卢卡去录 Hello， 我是哥哥。嗯，我还没，我应该是比较后面吧，如果要参加的话。時計はいるじゃん。あ、本当？なんか自然に目覚めるのかと思った。只要是跟电视剧播出同一时段，那就算黄金时段。哦，原来下周是马友前辈当嘉宾。哦，那我一定会看。目覚ましのこと？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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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覚まし使ってますか？目覚ましより早く起きてる。あら、すごい。リハよ。
寝坊は怖いから一応目覚ましはかける。ああ、なるほどね。もうカレー食べ終わっちゃおう。ズボンの自然とおすすめは自己打的。然后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工作的时间，然后要排开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冷掉了，没有很好吃。你这样再喂完比赛就输掉了，我才不会参加比赛呢。哎，剩一口了，要不要再拿去热一下？我原本想，可是我觉得赶快吃完比较好。そもそも大食いなのか？あ、昔は割と食べる方だったんだけど、以前我胃口比较大、可是減肥、開始減肥之後變成比較不太會吃飯。我想應該也是成員自己決定的、因為都是固定的時間比較多。嗯、對、都是我們自己決定的。原來剩一口而已。對呀，托托酱晚上好。日本人应该蛮喜欢吃凉的饭，也不是习惯，可是便当的话我们都吃凉的。不敢，好辛苦，要吃一口，要杀一下嘴巴。都是减肥的错，露卡不要减了。有去买露卡推荐巧克力吃，我喜欢里面脆脆的口感。哦，真的吗？Maltesers 对不对？那个超好吃的，而且很甜。好、哦，谢谢送我幸运草，ありがとう。以前以为把食物放冷就会少吃一点，结果还是吃光光。原来以前人成巨人的白天的，Giant 白田ね，Giant 宮田。哎，中文版。给你们做好，给你们。怕有味道影响别人，所以都是人的吗？不是，日本，因为便就是我们便当盒都用那个，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耶。是一个小时。对，我刚刚想说，日本的学校没有什么可以放便当的地方。台湾的话好像可以，就是有那个专门放便当的。嗯，对对对，正番箱，对对对对对对。唐揚げとかハンバーグも冷めて美味しく食べれるように作って、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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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のはね。なんだ、文化の違いなのかな。应该是文化的差別。因为日本的东西可能味道比较咸，所以冷掉也不会觉得不好吃。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比较方便上课偷吃。でも最近弁当の箱引いたら紐引いたら熱くなるみたいな仕組みが、あ、そんなに入ってくやん。日本学生带便当都是吃人食吗？国小到国中都没有那个 給食，都没有学餐，都是妈妈做的便当，我都吃人的，我都吃人的。有时会因为因素而改变直播时间，对，突然有工作或是身体比较不舒服之类的。台湾は給食ないのがかわいそうに。ね、学校による。看学校。一般学校应该有学餐、可是听说没有那么好吃。
妈妈做的便当都放什么呢？章鱼小香肠啊，会会会，还有那个兔子型的苹果。在台湾带便当，如果没有使用蒸饭箱的话，根本吃不下去。对，为什么？是因为比较淡的东西吗？兔子苹果听起来可爱，你们知道吗？就是用苹果皮 做出来那个兔子的耳朵。雨过天晴，晚上好，谢谢贾公送小公举。我们高中日食户超赞啊，真的吗？羡慕耶。我高中的时候的学餐好像也没有到很好吃。至少不是白饭加一颗酸梅哦，还是会啊，可是不是不可能全部都是那个。台湾学生带便当多半是前一天晚上便当哦，原来我妈妈都是每天早上差不多五点起床做，其实蛮感谢她的，就是台湾的习惯都是要吃热食才对。嗯，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吃热的。晚上好哦，晚上好。不让干哥哥，我一开始想说你的字怎么念。妈妈好辛苦，真的蛮辛苦的。日本妈妈都要早起做便当，很辛苦。对，可是要看学校。我们家的话，不是，我以前读的学校就是没有学餐，所以对，妈妈比较辛苦。但好像我们那时候学校有跟麦当劳有那个。麦当劳或是日式便当店合约的样子，所以只要我们有付钱打电话的话，我们就可以吃麦当劳。所以我以前规定一个礼拜一次吃麦当劳，这样妈妈比较不会那么辛苦。我国小国中没有小卖部，是不是都要做卡通便当才不会被排挤？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日本的，可是我们学校的话，因为也有混血的朋友，所以他们的便当是比较是台式的。可是做卡通便当很麻烦呢。时间表出来了，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哦，你们好厉害哦！对，国旗便当，日本国旗便当。我还是吃炒面面就面面包就好了。对，炒面面包是好像是我妈国小国中的时候最常会吃的。那个可以每天早起做便当吗？现在有点辛苦哎。猫脸晚上好。でもマックは太るでしょう。それね。你也可以规定一个礼拜吃五次，这样会变胖啊。谢谢送我小公主。焼きそばパン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よね。炭水化物と炭水化物の。炭水化物的中文突然忘记怎么念。炭水化物怎么念？あれ忘れちゃったぞ。タンパク質がタンパク質でしょ。炒面面包配牛奶吗？不，我没有那么喜欢喝牛奶。碳水化合物，中文也是这样念吗？对，应该对，那就是碳水化合物。如果可以做感谢便当给妈妈吃，好像可以耶。炒面面包真的吃饱吗？会，真的会吃饱。
あもみ好きだよと言えず抑えてきた。什么时候要做便当给七七前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希望之后有机会，明年的情人节。ゆかちゃんの弁当遠慮しておきます。あげるなんて言ってないよ。へへへ。我没吃过炒面面包，可以自己做啊。其实味道还好，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日本人还爱碳水化合物加碳水化合物，拉面加炒面加煎饺之类的。对对对对。我也蛮喜欢，可是很容易变胖。うわ、ムカつくやつだ。私がムカついたのさっき。啊，我说什么的了？霸王烧配饭。哦，对对对对对。关西人好像会这样耶。一番理解不能なのお好み焼きとご飯。なんでだろうね。私も。うちんちは、我们家不会这样欸。我们家就是大阪烧，就是大阪烧不是不会跟配饭吃。我爸是关西人，可是好像以前也没有这样做。刘家觉得煎饺哪边好吃？台式、日式，哎、欸，都很好吃哎、欸。其实，因为我平常都吃台式的，所以我偶尔会想吃日式的。主播晚上好，班哎、欸，平寒的班长晚上好。多想做的事情，偏喜欢的模样。台湾焼き餃子あるの？あるよあるよ。あるけどちょっと違う日本と。日本の餃子はちょっと揚げてるんだよね。不完美。刘家吃煎饺会配白饭吗？哦，这个我会，这个我们家会。吃煎饺会配哎、欸，会配白饭。要勇敢追寻，怎样去远行？最终有怎么？揚げてはない、パリッと焼いてるだけ。あー、なるほど。どりであんな美味しいんだ。现在很多ラーメン店都会有ラーメン搭配炒饭、煎饺之类的套餐，不错耶。八方云集会刘家平常会吃八方云集会配白饭吗？会的。日本人不是还会分像酱油派还是寿司派之类的，给我你说煎饺吗？我会沾酱油。餃子パーティーしたいな。したいね。今度一緒にしよう。日本好像都是这样搭配的。嗯。微微大大碗。目玉焼きじゃないの？醤油かソースか塩か。あ、煎蛋吗？我煎蛋会。加那个美乃滋。私目玉焼きはマヨネーズ派です。ゆかちゃんとはしたくないかな。あ、本当？中文吃了包花枝章鱼烧。花枝的章鱼烧，花枝烧。其实听说味道差不多。ソース大好き。本当？まあ、ソースも美味しいけどね。结果是美乃滋，对呀、啊，日本美乃滋超好吃。マヨネーズは太る、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そう太らないと死にたい。刘家美乃滋喜欢甜的还是咸的？咸的，一定是咸的。哎，有美乃滋派，棒棒。台湾很少卖日本的美乃滋 ，Q 皮的。对对对 ，Q 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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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台式美乃滋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就是甜甜的，在百货公司的超市才有。对对对，我上次在家乐福有看到，おばあちゃんにマヨネーズ送ってもらったの。そうそうそう、この間いっぱい送ってもらったの。可以自己做吗？买的比较好吃。伊勢丹？ね、台湾、私の家の周りにはキューピーしか売ってないんだけど、あとなんかおばあちゃんにこの前送ってもらったのなんだろう、卵のなんか。家乐福有了，我去。嗯，好像有，偶尔会看到。台湾的マヨネーズはちょっと甘い。嗯。下次去马来站可以试试看。タルタルソース？多分違う。なんだろう。なんかキューピーじゃないメーカーのマヨネーズ。でも私はキューピーの方が好き。下次想看ルカ直播、じゃあ做饭。直播的时候做饭蛮难的。七七前辈好像有做过对不对？谢谢 Happy 六送我口罩，ありがとう。買っちゃった。マヨネーズなんて全部一緒、それが違うんですよ。酸っぱさがね違うの全然。嘿，哒哒哒，去拉面店吃套餐太贵，我都会超商晚上饭要食品搭配套餐更便宜哦。都可以常自己做饭吗？不常哎。之前做便当的时候，妈妈在旁边吃饭吗？啊，有啊有啊，因为妈妈在帮我拍那个影片。如果讲的好笑，稍微夸说。全く違うもの。なんか在日本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あ、あのね、日本行ったらね、本当に食べるのがあのポークビッツっていう、小小的香肠、玉ねぎみじん切り、あ、できるよ。リンゴの皮むき、ピーラーなら。だから比起做饭比较喜欢吃饭，对呀、啊。如果有试过去港式餐厅吃饭，有啊有啊，香港的饭也蛮好吃的。对，我刚刚讲的什么？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一定会吃，有一个叫 pork bits， 很像嘟嘟好。小小的香肠，可是 pork bits 不会甜，就是咸咸的。あれは台湾じゃ食べれない味。谢谢送我薰衣草，ありがとう。台湾也有，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切成章鱼吗？不会，就是真的超小的，细细的，差不多这个大小。Luca 知道儿子老公爸爸谁没有血缘关系吗？老公，这是什么问题？どういうことだ？台湾比较难找的是鱼肉香肠。哦，对，鱼肉香肠我好像也没有常看到。牛肉ソーセージね。切成花枝状。怎么叫我老公？哦，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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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問題ね。钓鱼问题，对，我被钓了耶！他是想让你叫他老公。万一我讲错怎么办呢？日本人不是喜欢直吃鱼肉香肠沾美乃滋，好像不错哎。Luca 太单纯了，因为有人第一次这样问我，老公，
你像碰见好像在外面，我叫他。碰见。你变的。哎呀。こんにちは。哎，我刚刚发现妹妹在外面看我的直播，超讨厌的。すぐ入ってきた。それ、多分ずっと外にいたこの子ね。ずっと外にいたんだよね。你不行怎么？晚安，ポンちゃん。やっぱポンちゃん、カニさんに会いたかったのかな？多分違うと思うよ。哎呀！ポンちゃん、哇！哈哈，痛い。ポンちゃん竟然会看镜头，好难得，真的。哎，ポンちゃん刚刚又直讲。昨日のおもちゃおとなしかったのにね。あ、おもちちゃん。おもちちゃんおとなしかったね。うらやましいわ、ほんと。ね。で、我以为妹妹在、妹妹陪她玩、结果她来看我直播。怎样呢？ゆ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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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センス、え、ポンちゃんチュール？チュール？ポンちゃんチュール食べる？他不会被骗的。对啊，他在看我直播。傻眼。ねえ、ポンちゃん。びっくりだよね。ポンちゃん、今日はあんまり遊ばないかも。はい。ポンちゃん、可以吃鱼肉香肠吗？哎，我没有喂他过。啊，对啊，剩13分钟了，我可能要先坐那个纸飞机。ちょっとルカちゃんじゃん。今どこにもいないわ。ポンちゃんいない。过得怎么样？什么事态？感觉今天比较不喜欢猫咪娃娃，对他可能腻了。虽然总会失望，我把它回忆忘多少。残されたのは孤独な自信。じじいじゃなくてじじいね。おじいちゃんになってんだけど。父被放弃了。ポンちゃん说他要赞美奶汁，他不会吃美奶汁。待って、やり方忘れた。妹に紙飛行機降りない姿見せ、嫌なんだけど。ねえ。またなんかやってるポンポン。あ、できたかも。いけるんじゃない？これ。ポンちゃん元気だね。あ、遊んでる今。じゃあ紙飛行機行きます。はい。待って、あんまり飛ばないぞ今日のは。今天的好像不太会飞，还是我又做错了。全然飛べてない。もう一回。あ、行けた行けた行けた。那应该没有做错吧？ね、はい。成功了啦，第一次。比较不太，没有我的技巧的问题，成功了。哎，又失败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喂，算了算了。
多分失敗したかもしれん。感觉失败了。うるさいな、ポンちゃん。头重一点比较。头重一点比较好。原来如此。不要把手机不会了。我再做一次。ポンちゃんうるさいです。ポンちゃんうるさいです。ポンちゃん太吵了。你打到哦，打到你了，秀秀。ポンちゃん好吵哦。もう食べようとしてるよ、ちゃん。ジャンコナン、晚安。我现在有点好意。行きます。はい。我刚刚折的，它是这样飞。咻。こっちにやった方が見えるかしら。せーの、ほい。もういいや。你讲这讲外国人腔，碰讲表示听不懂。そういうことかな。おかしいな。成功したと思ったんだけど。360度回って、それね。いいじゃん、365度の紙飛行機みたいで。360度的紙飛機。碰ちゃん又在跟公司对手玩了。对。他又在打架了。しばらくポンちゃんの喧嘩する姿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ポンちゃん諦めないで。ほい。あ、ダメだ。失敗。失敗。で、ポンちゃん正在打架。365度的紙飛機。ポンちゃんうるさいね。はい。はいはい。へいしょ、面白い。ザナマン。ポンちゃんに近づいたらどうなの？近づいてみる？じゃあ。どうしよう？ちょうだい？ポンちゃん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力が強いです。タリチハッターを。はい、ダダーン。他刚刚咬的力量蛮强的。ねえポンちゃん、もう一回あげるね。かわいそうだから。他有点可怜，我再给他好了。はい、こんな感じです。他平常都是这样玩。不觉得玩的时候比较长吗？所以我平常都不想给他玩。碰见好凶，超凶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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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凶的不讲不行。他不会在空中接住，应该不会。是啊，有人不烦你就喊，不可以用暴力。我不会暴力，跟你一样凶吗？我不会很凶。噔噔噔，好吵哦！卢卡比较温柔一点，当然是碰奖太凶了。哦，我想被卢卡凶，真假的？卢卡的公式对手碰奖，
ポンちゃんに比べてみればみんなうんこ、それね。ダメだ。今天过敏比较严重。コロナじゃない。不要说可怕的事情，我才不是，我才不是得那个新冠病毒。嗨，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じゃあもう一回ポンちゃんから取り上げ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みんな配信見ると映るから気をつけて。どういうこと？あ、そう。映さないからね。新型病毒。ポンちゃんなかなかくれなかった。うん、はい。ポンちゃん倒れましたね。唱歌时间，对，剩十分钟。感觉他完全不是你的对手。DB じゃない。ね、怖いんだって、そういうの。なんか、愛護団体の人とかが怖い。もう、ちゃんと愛してますから大丈夫よ、その辺は。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ビロテリア。今天到9点半。没错。剩8分钟。だからやめて、怖いんだって、だって、そんな、なんかちょっとのことでそう、なんか、ねえ、いろいろ心配してくるじゃない、ああいう人たち。あ、音消した。開けたかった。ワン、ツー、スリー、フォー。待ってる、ポンちゃん。I need you, I love you. 頭の中ジャンガン鳴ってるミュージック、ヘミローテーション。刘佳下次也可以跟麻油梅一起拍影片，也想哎，期待。谢谢陈英雄送我玫瑰。ポンちゃんかわいそうなの。ちゃんとかまってあげてるよ。はじけるように好きという文字が踊る。輝く絵を思うだけでいてもたってもいられない。こんな気持ちになれるって僕はついているね。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君に会えて感動、近づくその距離にマークスハイテンション。 I want youI need you, I love you。 君はどの奥じゃんじゃん鳴ってる。あさあヘミローテーション。闪亮的幸运我们上次有唱，可是这首的话我日文版比较熟。爱在梦中发芽。红茸茸的爱情你全都知道吗？ Luca 会唱 Flying Get 吗？会啊。 Flying Get 僕は一足先に君の気持ち君の気持ち今すぐ手に入れようか。我也是，我哦，真的对不对？这首歌日文比较好唱。用尽所有的事。でも振り付けの愛しさはのとこ、ま、意味わからんやん。そうだからね、合ってないのよ歌詞とダンスが。だからこの曲に関しては日本語の方がいいの。愛しさはなんだっけ？愛しさ、あ、さわか。
全都知道吗？那个，我忘记了。梦江还在玩，太久没练了是吗？被发现了。可是我要，对，我这几天都练其他手，然后就忘记。振り付け全部曲立ってるのにもったいない。そうなんだよね。本当にそこもったいないと思う。それは本当に思う。ポンちゃんはボニーだ。うん。好想见你们，我也是。取消了。ポンちゃんまだ遊んでんの？歌詞の翻訳担当。難しい。下次见面会表演很多新歌，啊，期待吗？我也期待耶。其实对我来说，学新歌跟旧歌都没有差，因为对我来说都是新歌。安全最重要，以后还有机会，真的。疫情真的很可怕。先许愿，疫情快点结束。没错，経験値の差あるよね。因为歌词都很难记。ヤポンちゃん、ランキング読もう。好，那我。因为疫情，连日本都去不了。我本来这时候应该在福冈哦，真的哦，可惜耶。碰见無視されたと。好，我等一下哦，再验贡献盘。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持续在积极压制中，真的。碰见ダメでしょ？じゃあ、時事取り上げようかな。ポンちゃん、ジジちょうだい。ちょうだい。ポンちゃん、全然ダメだわ。え、選手さんよ、サイン、インユン、グー、ダチ、ジャーヨル。あ、真的吗？喧嘩じゃないよ。ルカ、ホエ、サン、セイクよ。酒よ。严歌吗？傻 Q，我有听过，可是我忘记怎么唱了。听声音感觉碰奖常常被你玩，对呀、啊。我其实蛮会跟他一起玩。ルカちゃんいつも近づくとジジ取り上げるから嫌われてないよ。なんだかんだ言って夜は一緒に。昨日の夜来てくれたの、ベッドに。他昨天晚上。爬来我的那个床上诶，所以他没有讨厌我。温江还在找鸡鸡，鸡鸡搞，我耶，我耶，下面的，还是不要好了，他有点生气。那我要练贡献盘喽，今天的第十名是班维。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ポンちゃん晚上会再开路。对不起，晚上再开运动会。对呀、啊，他一直都有活力。ポンちゃん抱かれたくないみたいだから無理に抱きません。他今天感觉不想被我抱，所以我不会。我才不会抱你的，ポンちゃん。嗨 谢谢班委，第九名是成语，ありがとう成语。第八名是玉人，谢谢玉人。第六名是 Happy Love，ありがとう。
がとう。Happy Love 谢谢你。第五名草莓酱，谢谢，谢谢卢卡，下次直播见，下次见。谢谢你，ワンちゃんのが懐いてくれるよ、それね。卢卡玩来玩了，去跟朋友去吃烤肉，这么好。我要关直播了。没关系啊，下次见。卢卡讲的木鱼还好哎，我比较，我现在还是有点饿。卢卡桑，谢谢，下次见，下次见，谢谢你。第四名是尼哥，ありがとう。啊，碰奖来了，耶耶，碰奖，那就第三名跟碰奖一起念。碰奖近づいてきた，それね。第三名是勋，谢谢，ありがとうして，はい，ありがとう。第二名是ジョンカニさん，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今天的第一名是リンゴ，やった！谢谢リンゴ。ポンちゃんシュシュして、あいや不行，逃げた。ポン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は。算了。好，大家谢谢你，今天的直播到这里，拜拜。啊，気がすごい。めっちゃ嫌がられてる、嫌がられちゃった。じゃあ最後にポンちゃんが遊ぶ姿でも見せます。はい、遊んでくれなかったしかも。好啦，真的跟大家说再见，下次直播见咯，拜拜。卢卡下周二直播时间这么早哦，对，我下次好像是四点直播，四点到五点半的样子。比较早，那时候期待跟你们见面，拜拜。